关本辖旅馆女子遭人杀害案，凶嫌犯案后随即骑乘死者的机车逃逸，并将死者使用的手机丢弃，意图设立断点，假造位置，增加侦查难度，并于案发翌日的清晨，将被害人的机车弃置于台铁屏东车站，持续搭乘计程车离开，前往台铁凤山车站下车。案经持续调阅监视器追查，该嫌于凤山车站下车后逃亡三日期间，分别搭乘台铁列车逃往台东、花莲、丰原、高雄等地，设下多处断点，但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，在专案小组人员不眠不休、锲而不舍的追击下，虽然邱嫌逃亡足迹几近环岛，涉及区域跨越多个县市，在专案小组与台中市政府警察局、丰原分局、铁路警察局、高雄分局等单位通力协助下，充分发挥团队精神，使能于三日内在丰原火车站外弃获邱嫌，告慰死者。